才讲马英博登来别种啊，我就是要看马。也不管王家比干的，拢是我害。你再卖完就完。请进来。阿母，阿母，我想讲，你无爱阁看到我诶。你这囡仔，敢若知影顾无用事业啦，啊，家己身体拢唔顾，你阁较瘦啦，你知无？哪有啦，阿母，阿姐，阿母，我就是讲，你无爱阁敢见面。无我这个后生仔，过来改，我拢偷偷等伊下岗，想要看你。不过我惊你会甲我赶出来，所以你是甲恁母啊当作好爸母是无？人咧讲母啊囝无见面时，搁安怎讲？你是我的囝，阿母变哪会讲唔甲你见面啊？啊，对啦，阿母，啊这段时间我拢寄生活给你，你敢有收着？我去银行给你开一个口座，钱拢给寄家里边，通让你做保本。阿母，我唔是跟你讲过，遐钱是要让你做生活费的呢。啊，但我好脚好手啊，啊，搁有干妈店咧做生意，那就用着你的钱啦。阿母，你安尼辛辛苦苦搞起我个这大汉，我这么有能力，我给你友好嘛是应该啊。啊，对啦，阿母，啊，你当时起来。坐透暝车啦，拄才到了。哦，那呢？伊嘞？什么伊？伊是你的老爸。我跟你讲过，我唔承认是我老爸啦。是方。阿母，敢讲你袂记啊？今日十月怀胎，天爸都准备生我时，伊哩对？咱两个无囝，无物件通好食。我叫出租挂出去的时阵，伊用我的嘴，咱两个无惊，一个红秋公，还未结婚的生囝，一个红秋公是苏仙子，伊用我的嘴，伊在好言时阵，敢有经过一工做红事，跟做老爸的责任？伊怎么落病啊？我敢去路边叫只狗等阿死，我不爱死。是哦。有一寡代志你袂了解，我是无了解。我敢若了解你的艰苦，你的心酸，你安尼辛辛苦苦，搞起来我这大，就这个世界，我亲人都敢若你一人尔，我无老爸。你对阿母安怎讲？你才肯承认，伊是你的老爸。我绝对无承认。不管你要承认还不承认，你身躯顶所流的血，是伊给你的。假使你若不承认，连我这个老母也莫承认好了。阿母，阿母。好啦，阿姨，今麦伫底？伫你住的所在啦。爸，莫叫我，我洪金无你这种好心。做梦也想袂到，我洪金波一世人咧打拼，辛辛苦苦所拼起来的事业，竟然咧互家己的囝内心痛活过甲无倒去。你讲，你敢是咱洪家的子孙啊？
你敢对得起你爸爸？你敢对得起你王家？爸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听秀儿的劝导。我为了阿杰的私心，你让因后头找人来吃咱王家的事业，可害了阿爸变成王家的罪人。阿爸，是我不对，你骂我，你骂我好不好？我怕你，我怕你。等王家的事业就会当恢复起。志祥，你今年几岁？你不是三岁囡仔，你已经是娶某的人，是非黑白，你敢分得清楚？你哪会当捏把活人来伤害你家己上亲的人？爸爸真痛心。我痛心，不是我害苏亚波，我是伤心你竟然反背，那么疼你，那么爱你的亲人，你若做出这款的代志，爸，拢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怨到大爷的能力跟权力，是我自己想自私。辛辛苦苦一世人，从你家的事业拢步步啊无去，搁害咱王家路家煞的，我够开心，我够开心，好啊，够开心。伊个你知影唔对，你起来。阿爸，你放心，咱王家将都会霸道，我一定想办法挥刀一个白起，我甲阿爸的事业重新再去讨回来。还有阿爸你，爸爸相信你有这个决心，那不过，这也是我所担心的。我惊讲，靠你这个人力量是无够的，所以这届我希望你当甲这个人合作。爸，你怀疑我的能力？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啦，我是烦恼你个性不稳，搁去犯着同款的错误，所以爸爸找一个人弥补你的不足。爸，你讲迄人是啥？黄水虎。我袂用接受。为什么呢？爸，你唔知黄水虎迄人心机偌重，伊做啥物代志拢要占名，看人阁袂上目，才有这种目睭生喺头壳顶的人哦。我唔肯甲伊合作啦。莫讲你唔肯，我嘛无可能甲你合作。你水虎，志祥，我安怎讲？你两个是共辈姑母的，我不承认。我不是这款老辈，我嘛不爱承认。阮王家干那三个兄弟，我绝对袂参与别人共款，半路咧认兄弟。还佫有你，我唔知影你是用甚物手段，逼阮阿爸甲恁母仔囝相认。也毋过我甲你讲，阮阿爸王清木干那有一个宝，就是我的妈妈。你。纸头无事，纸尾无名。恁母仔囝甲阮王家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我请你阿伯，莫甲阮阿爸高高顶啊！志祥，王志祥，你莫侮辱阮阿母哦！黄水芳，我讲的拢是事实。甲阮王家母甲龙家煞体的人，都是这查某。我倒有讲唔对？你，水芳啊，你莫搁了代志好无？志祥。你哪会当甲你阿姨讲这种话啦？爸，好啊，
你听我讲一句好无？啊，过去啊，是我辜负你爱，也不过我确实不是故意要温骂你妈妈。事实上，我也不知影你生这个爱伊，替我是随风这个囝。既然今嘛我知影，我就一定爱想办法来好好弥补恁母囝。若无，我洪金宝更够伤心人。爸，你要恁母囝，啊恁妈妈嘞？你干妈当做啥？志贤，我是带恁爸回去下岗调养身体。既然恁爸的身体今麦都已经加足好啊，我甲伊回来是要予恁一家团圆的啦。随风，志贤，今仔日发生这种代志，是阮顶一代的不对，我爱负大部分的责任。也不过，不管恁两个是不是亲人，恁是亲兄弟。随风，志贤，恁两个辛苦劳的血，是我的。这种亲情是断不离的。我希望你两个会当讲好，啊，莫阁互相怨恨啊，来好好啊斗阵，好好啊合作，予咱洪家搁再站起来，好无？随后，你袂记得拄只要甲你讲啥？好，我会当跟你合作。也不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假使讲，要跟我合作的人是王志良，那嘛跟差不多嘞。志祥，志祥，志峰啊，志峰，两个囡仔，哎，实在是好担心啦。清宝，志贤怨恨我，我无怪伊啦。恁两家要到这款地步，嘛是我引起的。清宝，王家需要你，我即马干那希望，你紧倒当去幼儿姐身躯边，通好一家团圆。三千块。妈，其实素媛阿母讲的话，你根本就唔要放伫心肝内啊。芬儿，你甲我讲，我敢真是亲像素媛老母讲的，迄种无讲道理的人性。哪会啦，妈。虽然我过去我做你新妇的时间无长，所以咱中间吼难免有误解啦。啊，不过自从我经过遐尼侪代志了后，我已经改变了呢。坦白讲啦，过去王家会用有迄款场面，这拢是妈妈你一个人的功劳啊。我唔敢讲，迄是我的功劳啦。也毋过，我咧做王家的新妇时阵，我嘛是皇太大家官，甲百岁年老啊。也我咧做王清博的母，我嘛是辛辛苦苦替伊还家，替将四个囝，强养到遐尔大汉。我真认真咧做一个好的家啊，让伊无烦无恼去打拼。我望我家己的良心，我对王家会得过啊啦。是啊，妈妈。你确实是一个好的家后，好的妈妈。那有什么路用？青木阿姨袂感激我，啊，遐个囡仔嘞，根本就袂了解我这做老母的苦心。袂啦，应该了解的啊。不过你甲看，
现在这个家已经散，囡仔一个一个拢来离开我，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嘞？妈，这间厝的母家安尼，唔对的人是林素华啦，你哪会就安尼欺骗你家己嘞？林素华，林素华，我顶世人是欠你什么债啦？妈，我相信你有能力把王家搁请养起来，一家团圆的啦。你哪这么有把握？咱平平拢是查某人啦，咱一世人毋忘的，就是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啊。当然哦，这个家庭内底一定要有囝儿，有翁婿啊。翁婿？嗯。喂，我不爱搁再看到王清木啊！妈，你安尼想个唔对啊！你想看卖啦，爸爸外口迄个查某搁出现的目的是啥？就是要把爸爸抢走啊！然后搁抢走你这个王家女主人的地位啦！你千万别去让伊呢！伊哦，伊最免孝顺啦！对啦，你安尼想个对啊！那翁婿是你的，凭啥物你爱让伊？所以即马颠倒吼，你也甲爸爸、甲志荣伊三兄弟找倒转来啦。只要咱一家伙啊团圆，我更唔相信迄个查某有才调，搁甲咱拆散。也毋过，王家即马，妈，你毋通袂记诶。啊，搁有我伫个啊！这经济方面吼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啦。喂，啊，你稍等一下哈，妈，一个叫做 Sachiko 的人要找你呢。Sachiko。我无去找你，想袂到今年你也敢走来找我。尤丽姐啊，你真是误会我啦！误会？你甲青木的囡仔都遐大汉啦，你还佫敢讲是误会？我唔对，随风是我甲青木生的囝，啊，不过迄是伫恁结婚之前就有。我不管啦。我不管你是婚前还是婚后，既然你知影青木要娶我，你就不应该生伊个囡仔。既然你要将伊个囡仔生落来，你母仔囝就不应该搁再出现啦。傻子哥，咱弟弟拢是查某人，他说话做你是我，我将你翁抢走，你会安怎嘞？尤丽姐啊！你相信我，我真是无想要破坏恁的家庭，而且我这世人从来都唔敢想讲会搁再甲青木见面。虽然我嘛有苛刻伊，叫伊莫搁去搅扰恁，莫搁去破坏恁的家庭，啊，不过伊好啊，你免解释啊，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我会安好你唱去啊，我即摆什么拢无啊。你还想要安怎啦？尤丽姐，做一个查甫人，我实在是真唔得啦。嫁予青木的时阵，伊啥物都无，想老头厝替青木做生意。迄个时阵，伊那一个一个生来，我腹肚内有一个，脚脚边还佫歹一个，手佫牵一个。我就安尼陪伊四界去求客户，阮翁仔某无眠无日，打拼三十几年，真无简单才有今仔日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因为你母仔囝出现，就将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家庭，全部毁掉啊！我阵你是我，
你也跟我妹，你也跟我妹。尤丽姐，真是的，是的，你一句是的，你会当将我所有失去的一切，拢做回我转来是？我知影我即马讲啥，你拢听袂入耳。我今仔找你出来，是要让你知影，我真是无迄个意思。去抢你的红纱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去破坏你的家庭。青梅的身体也已经好真多啊，而且伊即马佫倒转来遮，我是真心希望恁阿母团圆。三十九，就恁阿母好好讲着。尤丽，拄只沙七口所讲的，你拢有听吼？我真是唔知影伊替我生一个囝。好啊，过去我拢无想要搁再计较，也毋过你坦白甲我讲，我甲沙七口，你要选啥人？尤丽，你若到即摆也袂了解啦，我对沙七口有一个义务甲责任。也不过你无共啊，咱两个是合法的翁仔某。好，我知影，你对伊有义务甲责任。那呢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我甲你翁仔某三十多年啊呢，你竟然是为着一张纸？好，真好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你也知影咱有三十几年的感情，你现在为了结婚前的代志，一直要闹离婚呢？你敢知？这个家就是因为你对我有误会才煞起的。我洪清无责任，根本你都无责任心。你笑，你看，志龙啊，你敢知影，伊是安怎呢？才爱笑着，才欢喜着。嗯。迄是因为从出世到今，头一摆有爸爸妈妈陪伊身躯边，所以感觉真有安全感，真温暖，真幸福。所以你看，拢真爱笑哦。志龙，你敢会后悔？后悔？嗯，后悔啥？你甲妈妈放我婚后，甲我出来做一只小家庭，你唔惊人讲你不好？你敢真实袂后悔？袂啦，我袂后悔。只是我对妈有淡薄仔歹势啦，素华，我承认，当初。我袂当接受阮爸替我安排的婚姻，我对你就反感的。也毋过，经过咱斗阵生活了后，我才发觉，你确实是我一世人要娶的某。
以前我无尽着做红色一任，啊，即届你无计较，肯甲我转来，我就感激你。所以，就算讲当官也不好，我嘛是愿意甲你做伙。志玲，自从我嫁予你迄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咧等你讲一句话。你敢知我今仔听你讲这个话，我偌感动。我无告厝内面人反对，坚持要甲你做伙。我将话甲讲，我会坚持，是有价值的，志玲。素华，你还想得清楚呢？我即马什么拢无啊，连大个所在。嘛是你开悟的所在，以后生活可能会真困难，敢要后悔啊？志玲，我袂后悔，咱两个少年，会用同齐打拼。搁再讲，我捌甲你讲过啊，我林素华，什么苦唔捌吃过。只要咱两阿婆用同心，搁较大困难，咱嘛发妥来面对。只是我的烦恼。你烦恼啥？我是烦恼，万一有一天，你若搁离开我。就命的，我永远永远袂甲你分开。姐妹。文堂，我有讲过啦，我会甲你斗三工经营这个公司，我就一定会来。这客户书是我透明写的，你看者。志玲，咱除了公司以外，敢讲佮无别项会用讲的？文堂，我已经把素华接回来，而且我嘛伫外口租一个属于阮家己的家庭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你会把我较早的感情放袂记咧，我唔相信你是我的母啊！杜威，杜威，你出来干嘛？爱怪我？你讲啊！文堂。你认真听我讲好无？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！即卖林素华是我的母，我就应该爱对伊忠心，爱对伊负责。咱两个是无可能的，你要接受这事实。我唔接受，我唔接受，什么代志拢无按照改变我对你的爱。
是了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啊，不过我照顾你妈妈，搁应该，敢讲也无法度弥补心。你竟然为着一个查某人，要甲伊放的？多谢。英杰是阮妈上疼的孙，所以我才会放心交予伊。不是我这做爸爸的，无要治。你感觉较好啊？有啦，即马好真多啊！爸，我这段时间哦，我就烦恼你咧，知影你平安无代志哦，我心内就欢喜。爸，你即马心肝内吼，敢若有恁爸爸尔啦，你敢咧关心伊？啊，拢无管我这个做妈妈的死活啦。妈，你莫叫我，我无你这种好心。我哪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的死你惊心，袂死你惊心啦！总共一句哦，是我想含万啦，才会叫我囝放杀。好啦，这若是我的命哦，我认命啦。妈，你听我讲。无什么好讲的。之前我去工作劳改，今麦我嘛有才调，饲我家己一身啦。你无需要管我的死活。妈。别叫我。志良啊，你妈的个性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随在一起了。哦，听你妈讲，你即马甲素华搬出去外口，你两个做一个小家庭啊。嘿啦，就是因为安尼哦，妈才会生气，不肯能怪我。志良啊，爸支持你，啊。苏华将伊一世人的幸福交予你，你还对人有一个交代。哎，我回来这间厝，我就是希望从咱家甲咱的事业，我再发展起来。即摆就是欠钱啊，爸。你放心啦，钱不是问题，我会去斗三工。文霞，阮王家哪会当用你的钱？只要是为着王家，什么代志我拢愿意做。一世人，我永远拢是王家的人。你阁给我替王家做一寡代志，好无？爸，我是心甘情愿的啦，请你接受。好不？太贵，妈妈暗顿拢餐厅了哦。今晚等你爸爸回来吼，同我食暗顿，啊，同我搁你耍哈。牛干呢，搁你食呢呢。爸爸回来，爸爸回来。志良。大姐，失礼啦！啊，着阿爸母伫陪我，阮无法度，毋则带伊来找你。阿母阿爸，别坐啦，
系啊。这顿我爸送回厝啦。阿华，迄人毋是我逼阿坤啊，啊，敢讲你要骂我甲恁母的一世人？无啦，阿爸，我袂安尼啦，我是按算讲，等遮安搭好势了，才请恁过来啦。阿华，我跟恁阿爸吼，最近是真反悔，讲甲你嫁王志良啦。以前啊，你是无爱嫁啦，啊，我硬逼你嫁啦。啊，即卖咧，阮两个是反对你甲王志良斗阵啦，啊，恁两个顶到狗做伙啦。无阿华。你心肝到底是拍算安那？你是想什么？我都看无呢。阿母，要离婚的人也毋是志良啊，那是阮大家啊。啊，你唔通袂记呢？迄离婚证书是恁大家的手来呢，啊是啥物款人？你也毋是你毋知咯。啊，唔怪离婚证书，志良拢也无转因啊。哎呦，但迄有转因啊，无转因啊，不强在嘛。迄上重要是恁大家根本就无爱滴你啊。恁母安尼讲嘛是为你好啊，但你想看卖啊？这志良啊，伊嘛是一个有孝的囡仔，伊即嘛是甲你搬出来外口住啦。也毋过，会维持偌久啊？啊？恁的问题是恁大家太厉害了啦！我恐惊啊，志良哦，袂牵恁因母啊三两句话啦，到时佫反悔哦。吃亏嘛，佫是恁的。爸，我知影恁惜我，才替我你烦恼啦。啊，毋过我已经认定我这世人就是王志良的某啊。我要替一世人讨话。阿华，阿阿母吼，人是劝和无劝离啦。我甲你阿爸当然是希望讲，你会当甲王志良吼一世人讨买啦。你即摆甲志良搬出来甲靠住吼，我甲恁阿爸是赞成啦。不过你得爱记哦，千万你都唔通搬回去呢。阿母啊，我你莫阁讲啊，我是替你烦恼呢。你若搬回去，会可能大家苦痛呢。你即摆唔是干咱恁大家尔呢，厝内阁另外一个查某哦，那迄个婚还是厉害角色哦，你是拼袂赢人。死狗，你暗红正义无打紧哦，你都讲好倒出来嘞。阿母，你想了伤多啊啦，人婚后不是这款人啦。什么不是这款人？那你的个性我知道嘞，心肝软啦，好心啦，你哦拢无你预防人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死狗吼，你来听阿母的话啦，千万不能搬回去啦，那无哦，你要去治疗哦，该查某甲你欺负啦。好啦，阿母，我知啦。啊好啊。哦。阿华打搬来啦，啊，有足侪代志要处理的，来等。好，好啦，阿妹，我来等啦，哈。过海来回滚，你有阿妈加着无？哈，来，阿妈给你个再来关你哦。好，阿妹来等哈。好，等下阿爸。阿父，感谢你这样疼惜查某囝。坐啦，阿华坐。有甲交代，叫咱爱安怎做，你只要将这物件拢摕去。阮爸有甲交代过，你放心啦，我马上会跟阮大兄联络。知影就好啦，出代理。钟水康。我希望这件代志完成了后，你会当马上带你妈离开这，永远莫踮王家出现。你这个命令我，王志成，我啥物要听你的？你唔通袂记你的？我身躯内也是王清无悔，以后啥物离开王家，也阁唔知影咧。恁两个拢伫遮？我是甲总经理伫讨论一寡公事啦。做讨厌随风，为什么最近我常常看恁两个人关伫这办公室内底起起处处？无，恁想要讲啥？哎，秀玉啊，我只是想要甲伊加学淡薄啊，我无想互恁爸看啊这无好。哼，看袂出来，你个样安尼想？迄拢是你教是了好啊，啊？啊对了，我听伊讲，阮妈搬转去白庄住。
爸，咱会使去找哦，以前甲咱有生意来往的客户。是啊，爸。未来要安怎经营这间公司的客户书吼，志良已经写得真清楚啊。安尼真好，我想啊，这几天我来拜访过去的一挂老客户，伊若知影我搁要出来生意场，伊一定足欢喜跟我合作，搁加上恁两个跟我斗相共，那一定会成功的。真是的，安尼足好的呢。啊对啊，爸，啊你敢有想要搬回去北中大啊？会啦，我一定搬回去住。也不过，我希望将咱王家迄间厝的钱赚倒转来，来好好分下。爸，你若一定爱计较，迄间厝是啥买的咧？袂用的，遐的钱我一定爱害你。你若会当还给买好啊，我就真感激。哦，也够有啦，遐的钱吼。爸，即马莫讲遐的啦。我是想讲，你敢明个搬倒来甲阮住？迄间厝即嘛是你的啦。搁再讲，志良伊妈妈到即嘛也毋肯原谅我，所以我想，我暂时也是住，我住随风遐啦。爸，既然你想要甲妈好好。就无应该带什么黄水凤因兜啦，就参像我啊。既然想要嫁素华，好花做红阿母，我就甘愿甲伊搬去外口住。这是阮顶一代的代志，你莫管，爸爸家己处理啊。哦，你甲素华讲，我足久无看到伊，想要甲伊见一面。